姐好，需要两支冰淇淋，已知括号 x 加二乘上括号二 x 减五等于二 x 二次减 x 减十。试问下列哪一个式子不是二 x 二次减 x 减十的因式？先看上面，这边有一个是加二，然后 b 选项是 x 加二，所以 b 选项是是这一个式子的因式。然后 c 有 x 二 x 减五，然后这题也有二 x 减五，所以 c 也是这题的因式。猪和这题的答案一模一样，所以猪也是这题的因式。只有 a 不一样，在上面也没有出现 x 减五。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A。